1921年11月22日，杨柳村整村重建的工地上开始飘洒雪花。此时距离那场一度牵动全世界目光的512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光景。处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太平乡杨柳村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冬天。虽然山谷里充满了寒冷的气息，却丝毫不影响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这些手脚麻利的工人不是在为别人打工，而是为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盖房子。听说村子要重建，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乡支援。从选地址到挖地基，再到每一根钢架搭起来，村支书杨长青每天都要到工地看看有什么自己能做的。震灾发生以来，上级政府和各级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纷纷向这里伸出援手。杨柳村的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岷江河畔这片空地上竖起了第一栋四连排的房屋骨架。这种轻钢结构的龙骨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即便在当下国际建筑业界都属于比较新型的材料。那为什么在这样偏远的小山村会出现如此先进的建筑结构体系呢？大地震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灾区的重建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眼看寒冬将至，杨柳村的村民又将度过怎样一个冬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杨柳村开始。这座宁静的羌族小寨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最北端的太平乡，离成都将近7个小时车程，而从汶川到这里的直线距离还不到40公里。在半年前那场罕见的地质灾害中，全村80%以上的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没有坍塌的也已成了危房。因为时有余震骚扰，村民不敢入住，晚上只能睡在政府提供的过渡棚里。由于大地震引起的地质破坏，建在半山腰的杨柳村还面临着被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冲毁的危险。512大地震究竟对杨柳村造成多大影响？它的笑容背后又有怎样惊险的故事？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第一个冬天第一集《我的双手我的家》。欢迎回到有多远走多远。杨柳村在风雪中迎来了灾后的第一个冬天，地震造成的危害和隐患也正在颠覆村民的生活，接下来要怎样面对这些困难呢？行者继续讲述。我们这个位置有泥石流啊，现在这个水也是从那里来的，就这个，现在这个树子长起来比较好了，原来经常都要来泥石流，在这个地方来这么大的水啊，这十几箱，但通常有时候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你们还是想搬到下面去？对对对。杨长青是杨柳村的村支书，作为基层干部，512之后他一直坚持在抗震工作第一线，挨家挨户地帮助村民加固过渡房。村里的房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安然无恙，实际上却时刻酝酿着危险。你看这些地方，你看以后2008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
杨长庆在村中修理过渡房，当他为一处危房排险时，突然遭遇余震，屋顶瞬间垮塌，将他和儿子埋在了废墟下。我的儿子老二没有盖完，他看得到，他给村民说了，我要在那个地方，村民才找出来。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把杨长青送到最近的松潘县，结果因为肺部伤势太重，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上级领导紧急商议之后，马上调派直升机把他送到成都的华西医院抢救。由于手术及时，杨长青保住了一条命。死里逃生的杨长青非常感谢政府和村民的及时搭救，没等养好伤就跑回村子，以自己朴实的方式来回报父老乡亲的救命之恩。我把车卖了，车卖了，给老百姓每一家买一顿水泥吧。我们因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给老百姓承诺的，一定要说话算数，不是老百姓不会相信你的。那你把车卖了，你家里人呢？没看法，我们家里老母亲已经老了吧，她不会管她，妻子很支持我的工作。你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在茂县读书。那其实负担也挺大的。负担一般吧，还是挺得过去。事实上，杨柳村并没有因为大地震而造成人员死亡。全村71户人家357口人，只有10几人受伤，包括杨长青和他的孩子在内，这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但地震所引发的地质破坏却使杨柳村随时会因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而遭到灭顶之灾。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向每户灾民发放一笔补助款作为灾后重建的启动资金。上面的补助款到了，每户6000块吧。它是分三次分，三分之一吧，这次。乡政府和杨柳村村委会商讨，应该找一块地，把整个村子从山上迁下来。很快，在山下的岷江河畔，一块3.6亩的公共用地被开辟出来作为宅基地，杨柳村的整村搬迁计划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不过，对于这个平时依靠种植花椒和一些时令蔬菜，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多元的小山村来说，要想单靠自己的力量盖起新房，谈何容易？震灾过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和南都基金会就将这里作为援助对象，清华大学的可持续性乡村重建计划也在杨柳村搞了一个试点，阿坝州政府甚至确定要将这里建成灾后重建的示范村。政府补助加上社会支援，杨柳村的异地重建可以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眼看离新年只有1个多月，村民们又是怎样准备过冬的呢？肉就放在这里了。这是您家啊？啊，这是我们家。要不要灯啊？反正这些猪都是准备什么时候吃？春节过年？这是明年也全年的吧？明年全年都要吃这个肉。这里我们都在睡这里。这怎么取暖啊？我现在我们每户人不是人品都发了一套棉被嘛，棉被挺多的啦，我们一个人能盖上，加上自己的能一个人能盖上2-3床啊。
就在几天前，山西对口支援城市晋中所捐赠的棉衣棉被也分发到村民手中。杨富雄，三套衣服，一套笔袋。虽然可以吃饱，也能够穿暖，但是对于灾区人民来说，修起结实牢固的房子，才算是家园重建的真正开始。你知道那个房子是谁设计的吗？谁设计的啊？这个我就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哈、你知道那个房子的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啊，那区别可以说是很大很大，那个区别就说不清了。我们的房子已经没法住了，那个房子青钢架，不说是几千年几万年都想不到那么好的房子，修不到好。准备了，准备了！哎呦，村民们一边想办法安全越冬，一边加紧搭建新家。而这次因为一位台湾人和他的建筑工作室所提供的设计与技术支持，杨柳村不但能盖起新房，更能盖起抗八级地震的青钢结构的房子。这位建筑师的名字叫谢英俊，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建筑师，他恢复并发展了一种传统的建筑营造模式。他曾带领一个五人的团队完成了对一整个族群的重建。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第一个冬天第一集《我的双手，我的家》。杨柳村的居民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家园的异地重建。那么，这种抗震性极好的青钢结构房又是谁设计的呢？你们认识谢老师吗？谢老师。认不着吧？本来我其实并不知道谢英俊是何许人也。我想他应该是个做好事的人吧。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建筑师。是不是长头发那个？对，梳小辫那个。就在那里。认识。推动他自己的建筑理念的建筑师。在我们灾区来的地方，随着这个气候，还有这个生活环境的话，一般的人都不会来的。他很有钱，是不是？不是啊，你们的房子都是他设计出来的。设计师。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相当懂得妥协的艺术。这个项目比较特别，那当初我们也是希望是说这个项目呢能够做一个整个阿坝州来讲，甚至于灾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示范村，作为一个重建的一个试点。那这个也是清华大学他们在阿坝州的整个的计划里头是一个比较能够做深入的一个示范的一个点。谢英俊1977年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早年曾在台湾设计过很多现代化厂房和政府公共设施，他设计的作品在业内被称为生态建筑，往往就地取材甚至废物利用，非常注重生态环保。而他本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建筑师。要想了解谢英俊的建筑设计对于杨柳村重建的重要性，我们就有必要追溯到9年前的一场大地震。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南投县发生了7.6级强烈地震，
日月潭附近的山地民族少族部落受害严重，整个族群仅剩280多人。谢英俊率领一个5人的团队，背起简单的行囊，开始了一个族群的重建。不过刚开始时，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设计的房子抗震性好，实用性强，少族人还是喜欢电视上看到的现代化建筑。当谢英俊反过来雇请少族人造出了一幢示范房以后，族人决定按他说的办。在这次重建过程中，谢英俊和他的团队依靠捐助和发动志愿者参与来帮助少族部落重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他针对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承设计了相应的建筑设施，以便少族部落的精神家园拥有一个个切实的载体。而且谢英俊也成功地实践了一种被他称为协力造屋的建造模式，或者干脆说是一套价值体系。其实我们协力造屋的意思，其实是透过集体的劳动互助合作，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不只是实质的环境，甚至于就是人际关系，还有他们社群之间的互动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世界的一种做法，不只是重建房屋，还有甚至心灵上，社区意识上面彼此互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尽管少族重建的项目使谢英俊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也确立了他在业内的名望，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成功的案例。到现在为止，那个部落随时还是会被拆除，那这是牵涉到很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所以说少族的是不是叫做成功，这个都是这个带历史辩论，但是他只是开启了一个重建的不同的思路方式。协力造屋就是这种方式的一大特点，大家自己动手互相帮助来重建家园。而当年少族重建过程的另一大特点也得到保留，那就是志愿者的大量参与。在台湾已有累计上万名志愿者参加过谢英俊的工作营。其实每一年的冬天，当他们住在自家屋子里面的时候是相当安全和温暖的。那当然今年的冬天就会觉得会难受一点，可是可能就心里还有个盼望吧，就说这房子明年就已经可以住了，这样至少他们会有这个安慰了。陈银燕就是一位来灾区工作的志愿者，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网名小九。小九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做了很多工程，专门研究结构。来四川之前，他正在家乡开店，自己做老板。用他的话说，做志愿者只不过是个业余爱好。我做建筑工程做了好多年了，然后觉得可能现在最有用的就是在重建项目里面做些事情。然后我国庆节的时候我就到成都去，然后有意识的去寻找了几个重建项目的点，然后都看过对方的就是已经建成的样板房。那么有比较之后呢，就觉得好像谢老师做这个青钢生态房，首先造价最低，这是吸引我的地方。第二就是他和村民的互动，这个也很吸引我，所以我就过来了。造价低廉也是杨柳村选择谢英俊的一个重要原因。谢英俊的很多建筑设计都采用了一种新型的结构体系，青钢结构。在杨柳村的整村重建计划中，更是全部使用青钢来做骨架。采用青钢，其实这是一个国际的趋势，这是国际的趋势。只是说青钢的造价太贵，我们是经过改良重新设计过以后，让它的造价变成非常便宜，而且它技术门槛很低，
所以它就有相当的竞争优势，而且有它的环保各方面的意涵在里边。把 SUV 先上上，先放在一边，然后我们的架子起来，我们就锁住脚嘛。锁住脚的时候就要锁那个鞋子。每一排都是吗？每一排都有 SUV。除了造价低，吸引小九参加谢英俊团队的另一个原因是和村民的互动。在少族重建中，谢英俊通过自己的设计降低技术门槛，使得非专业人员通过互助也能够动手盖起结实漂亮的房子，这就是协力造屋的核心价值所在。我是积极参与，这样。为什么？因为这国家对我们这样好，你说，我们当然要，既然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不争取就不，这种事情能不珍惜吗？我作为一个村干部吧，我因为一个村支部书记，我应该做到我要做的事情。我一直从开头到尾，从规划地基，从还开始在构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和乡同仁一起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参加到现在，就是一直参加，我一直要把老百姓的房子建完为止，就每天都要参加。你都帮家里就是盖房，你都帮家里做些什么？饭，还有就是帮爸爸捡一些小石头那些。你希望盖新房子吗？希望，因为我们在上面就没有房子，就在我奶奶家住，没有房子，很希望自己有个房子。你觉得今天冬天冷不冷呢？比以前冬天还冷。因为原来我们也心急啊，就希望过冬之前他们能住上房子，而现在看实际的条件还有一些限制吧，那我们可能做不到今年入冬就能住进去，可是至少我们明年春天要把这个东西完成，这样至少就是在明年他们不会过得这么辛苦。这个村子来讲条件还好，就他们的房子，现有的房子毁坏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他们不管是在外面搭的简易的房，或者说就现有的房稍微维修加固一下，过冬居住那方面不是问题。行者由多普达钻石滑盖手机特约赞助播出。震后仅一个月，谢英俊就带领自己的设计团队进驻四川灾区，将协力造屋的建筑理念运用到山区灾民的重建项目上。他们是怎样遭遇到杨柳村的呢？这中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的第一个冬天》第二集《山上山下》。广告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新旅程，让我们跟随阿瑟，台湾建筑师巧玉从山上迁到山下的杨柳村，他的规划方案与村支书一拍即合，杨柳村的灾后重建迈出戏剧性的一步，这里有怎样的曲折艰辛？稍后请收看第一个冬天第二集《山上山下》。行者由多普达钻石滑盖手机特约赞助播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512大地震后的第一个冬天已经到来，四川茂县杨柳村的异地重建却在火热朝天的进行当中。尽心尽力的村支书，特立独行的建筑师，还有激情高涨的杨柳村居民，为了重建家园而协力互助。
这是一首羌族的敬酒歌，羌人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这样放声高唱。2008年11月19号虽然普通，但对灾后的杨柳村来说却值得纪念，因为杨柳村异地重建的第一栋四联排房屋在这一天开始上架。房主特意准备了些酒肉，款待远道而来的建筑师谢英俊和他的助手们。今天是他们在给我们大家办招待。多谢。谢英俊是台湾人，2004年来到大陆，创办了一间乡村建筑工作室。简单的说，他的工作就是给农民盖房子。512大地震后一个多月，他受到几家慈善机构的邀请，深入四川的山区参加灾后重建工作。在茂县的太平乡杨柳村，谢英俊现在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对于双方来说，能走到这一步是很难得的。杨柳村最早是个只有7-8户人家的自然村，住在靠近山顶的位置，后来慢慢往下迁移，在半山腰渐渐发展起来，现在已有70多户人，居民基本上都是羌族。由于大地震引发了严重的地质破坏，杨柳村不得不整村迁移到山下。辛苦了啊！哦，这个布点就好了。这个很沉，你干坏我了。让我们比较觉得说我们的工作可以快速展开的，主要是因为农村其实它的基础是不错的。所谓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农村自己本身的自主性的组织，它可以自主团结互助，然后回复或者投入重建的这个组织其实是非常完整，而且是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尤其是灾民或者农民他们对重建的这种意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政策上所谓自力更生的意识其实是很强烈。最重要的就是基层的组织它相当严密，也就是要透过集体重建的彼此互助的这种条件是非常，可以说是条件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工作的推展来讲是觉得是比较有信心的。谢老师每次来都住这儿吧？第一次来这边住。像杨柳村，以杨柳村为例哈。之前我们就有接触，就主要是跟牛尾寨哈，还有太平乡，那也是清华大学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示范点啊，重建的示范点。那时候杨柳村并不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工作点，但是呢，我们后来进到这边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开始组织，所有村民的组织啦，重建的组织都已经非常完备，而且开始做了。但是那个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的都已经放样放线都已经放好了，而基础已经要开始做了。
真的看了我不得很好的。先我们是谢老师和这个罗教授他们没来之前是我们咨询，按照我们的这个是规格乡村两节吧来规划。你不管，于大哥。但是我们发现说那个的规划跟那个是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很专业的设计师或者是规划者，甚至于后面的这整套的营建体系呢，有很深入的参与到这个杨柳村的重建。当初他们的我们来的时候，他都已经规划好了，像切豆腐这样一块一块的，很平均这样分配的哈，像棋盘式的这样。那个如果做起来真的是实在是会有问题的，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多专业的这个工作。那我们现在规划不一样，有疏有密，有些地方就是让他的村子里头有一些活动空间，甚至有一个绿化带，整个配置起来看起来会比较漂亮舒服。他们唯一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对的一个山包哈，一个轴线哈，这是他们的，包括那个下葬的时候都要对着一个山头哈，这个只有他们的习惯，要遵照他们的习俗。谢老师和这个罗教授他们都是通过我们的意见，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吧，我们一个象山靠这边，我们一直面对青山吧。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是按照他的方式做。我们就是第一个时间马上跟他们的书记跟他们的这个重建小组沟通，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方案跟我们的建议的方式来做。杨柳村能否顺利接受谢英俊的规划建议，支书杨长青又面临着怎样的难题，稍后请继续收看第一个冬天第二集山上山下。欢迎回到行者，建筑师谢英俊无意中遭遇杨柳村，那里的重建工作正刚刚开始。正是这个机缘巧合使得谢英俊和他的团队参与到杨柳村的整村搬迁计划中来。很快第一个难题就摆在了村支书面前。我们应该开会前前后后开了接近十次会了吧。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把基础都挖到有一半了，最后说这个基础要重新搞的时候老百姓都不承受。现在不是今天说的，我们今天来开会好吧，会开了才那个。我的意思我这次抓到的就意思就落实好，面子翻工了，不要翻工。不翻工，我是以前一家工都不得翻工，不交钱，不翻工了。再翻这样子不行。今天拿上话去就拿个。杨书记当时给你们开过几次会去讨论这个房子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肯定是一个想法是。原来有点好像是有点不愿意。我们这儿穿。为什么？因为好像是想在高头修嘛，高头重建嘛，过后就是都同意下来。那后来为什么又愿意了呢？都愿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条件有点好了是，都解决了。因为这是新的东西事物，一开始看到有钢架，他们心里都比较踏实。因为这个房子我相信它是抗八地震，因为我们传统的建筑是没有里面没有骨架的，是就石头房子取出来，这个不抗震。现在他们这种是抗八级地震，而且相当老百姓都相当心里踏实，所以老百姓都很积极这个项目。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建筑的风貌他们比较能够接受。应该我们现在在你的青钢房子啊，也就是典型羌寨的样式，是那个才是真正的羌寨样式，是，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羌式的样式来设计的。你们看到过这个房子盖好以后的样子吗？
还没看到他，现在就盼望着。在成都的乡村建筑工作室，谢英军的助手聂晨为我们展示了杨柳村房子的最终效果图。谢英俊根据传统的羌寨样式进行了改良设计，使得这种两楼一底的四连排户型既保持了羌族建筑的传统风貌，又在功能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把图纸交给他们看，为我们宣传，但是都是自愿的，我们不是强求的，是心甘情愿吧。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们宣传了，你如果来我也不阻挡，不来我也不反对，就是大家自愿。那我们发现说他们的组织跟他们动员各方面的村民的协调沟通都非常好，在协商的几天以后，大概三天到四天，他们村民大会啊，那个村里头的那个书记，村书记的那种组织动员沟通的工作，群众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然后全村通过，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动。初期的顺利，初期的顺利，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在想各种最优的重建方案，都愿意在这个地方建的。我们大家就，通过抓阄的形式来，四家组合、两家组合是这样子，不是的是心甘情愿。你找我找这个不是，我们通过抓阄，你遇到哪个就哪个，这个有些一个缘分吧。他们这个后来都是抽签的，都是抽签的啊。那这也是他们的村里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相对之下比较透明公正啊，所以大家对这方面的意愿啊各方面都是比较热忱都比较高。为了自己这个对老百姓的一个郑重的交代嘛，我们村上的不管村两委会或者是大小三支干部都不能去选地方，要通过这个抓阄来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卷，让他们也就是老百姓的传统的意思运气吧，你抓到哪你算哪里。五十一，五十一好，你怎么不说？五十一不好，五十一不好，王福明，五十一，五十一。二十九号，单位的二十九号。你是真不真？真不真？真的，这样子。啊，他知道他在哪里。真的，不知道。别走，五十号。这个，不错啊。哎，不错不错。对，不错。这个机可以可以。他这个是49号。哦。对。五十号可以。手气不错哦，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满意，满意。是谁帮抓的？我小孩。是你抓的？小孩。不错啊，不错啊。原来你们就住一块吗？原来就是邻居。哦。这三家子都是邻居。都是邻居。哦。我们家就在这个方位，这个方位，但我们七钢架这个是我们通过抓阄吧，我排到哪一号，该我七钢架的时候，我就接近七钢架。杨柳村的青年能否掌握组装钢架的技术？他们真的能凭借自己的双手搭起这组庞大的架子吗？
稍后请继续收看第一个冬天第二集山上山下。欢迎回到行者，凭借良好的威信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村支书杨长青和村民们团结一心，按照最传统又最公平的方式重新划分宅基地。为了重建家园，村里外出打工的青年也纷纷回到了家乡。谢英俊和助手们落脚的客栈是杨柳村的村民白大哥开的，明天就要组织村民起钢架了。白大哥和妻子王大姐特意为谢英俊一行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干掉啊、哦！没法干，随意就好，行吗？尽量啊，尽量，尽量，对对对。好，谢谢谢谢。我就宣干为敬了啊，慢慢喝，行。好，行。在山上杨柳村的村委会，村支书杨长青正组织了村民选拔施工队成员，明天要在谢老师的团队指导下自己组装轻钢架子。来了，要紧华轩，已经有五个人了，是这么样。我也包一米嘛，我也包一米。我跟傅罗云清杨青叔叔一起去帮忙，我也包一米。平常的我是安大哥。做明天这个搞这个钢架组合，我们找这个培训人，找十个培训的。先报名吧，人多了我们再筛选。杨柳是我之前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现在是第三个星期。那么我是和这里的村民一起做基础，然后现在和他们一起组架子。主要我还觉得这里的干部群众关系都挺融合，就是挺和谐的。当主人就是天生挺乐观的，他就是喜欢开玩笑，喜欢快快乐乐的干活，他不喜欢绷着脸干活的，就是这样。你们家第一户开始盖，你高兴吗？高兴，盖了嘛就，我爸爸又可以去挣钱修房子。这是我女儿，女儿啊、哦，见过，她在那清理那个东西，我看到了。摇不得哦，摇不得，不能拉了，这边重。虽然说我们讲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但是实际上深入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有适当的编组，适当的分组。像有些特殊专业的，他们要重新组织，像比如说组织钢架，不是妇女或者小孩子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东西都还要重新组织。好，那包括以后的砌墙啊，什么东西。像挖基础的话，男女老少都可以，小孩子都可以挖，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并不是说放任性的，因为盖房子还是有危险性的，还是有它的专业的那种规范要遵守，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可以随便乱走，不是，完全没有，还是要组织的。因为我们这套工作方式盖房子方式比较特别，只要我们第一栋我们带他做过以后，他完全可以掌握。像今天立这个架子就知道，前两架三架比较生疏啊，接下来就很快了，掌握诀窍以后就很快了，完全没有问题。就好像今天上午我们看他们组第一个架子还很不顺利吧，
可是现在组到第六个，大家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小团队，有一个团队协作。那个盖房子的都是没有请外边人，就是自己的人，全部是自己村里面的，自己盖嘛。之前哈、虽然说没有怀疑，一直有我们，因为我们在农村也都待过很长时间了，所以对他们盖房子技术我们一直都不怀疑。只是到实际状况的时候，让我们更吃惊的就是说，地震以后很多年轻人全部都在外面打工，全部都回到四川来，回到村子里参与重建。那他们的那种工作能力啊、技术能力，相对之下都超出想象。那你家住哪个地方？住在北京。住在北京。我也去过北京。是吗？对，北京打工嘛，也是在工地上干。像今天看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管他们上架子啊，哦，做任何动作都很专业啊。虽然是一开始有点生疏啦，但是几次以后就非常非常熟练了。因为整个中国的城市建设就是他们干出来的，都是农民工干出来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怀疑说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盖自己的房子。由多普达钻石滑盖手机特约赞助播出。在受灾最严重的汶川草坡，码头村的村民也竖起了一栋轻钢结构房的骨架，而在绵竹的九龙镇还有一栋已经完工的轻钢生态房。灾后的第一个冬天，码头村的居民将怎样度过？谢英俊为灾区居民设计的生态房究竟是怎样的？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行者》第一个冬天第三集《同一屋檐下》。播出的是《行者》。在受灾严重的汶川草坡，码头村的村民也竖起了一栋轻钢结构房的骨架，而在绵竹的九龙镇还有一栋已经完工的轻钢生态房。灾后的第一个冬天，码头村的居民将怎样度过？谢英俊为灾区居民设计的生态房究竟是怎样的？稍后请收看第一个冬天第三集《同一屋檐下》。行者由多普达钻石滑盖手机特约赞助播出。进入十一月中旬，在震后四川的山区，冬天似乎就已经完全到来。此时距离谢英俊到汶川已有四个月，在进驻灾区之前，他
他就已经做好了搭持久战的准备。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属于比较长期的恢复重建的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急着在第一时间在各方面都在抗震救灾的一个忙碌的状况之间进到这个区域。除了在茂县杨柳村的重建项目外，在汶川县的草坡乡码头村，谢英俊和他的设计团队也在持续推进生态房的建造。而最早在绵竹市的九龙镇还有两幢示范房，其中一幢已基本完工，房主也已经搬了进去，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汶川县因为地处镇中，受害非常严重，在去往草坡乡的路上，随处可见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和崩塌的石块，沿途的村镇倒掉的房屋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半年前那场灾难的惨烈。地震发生以后，失去家园的城镇灾民大都住进了政府提供的板房安置区。就眼下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灾后的第一个冬天也只能在这里度过了。不过在一些较偏远的村镇也可以看到不少板房区，那是孩子们的学校。谢英俊之所以选择在远离都市的山区开展重建项目，是因为那里的居民大多还保留着自己动手盖房子的传统，而不像城市居民直接用钱来购买开发商和施工队建好的商品房，这无疑符合谢英俊协力造屋的理念。码头村离茂县的杨柳村有三四个小时车程，村里有107户灾民采用了谢英俊的青钢生态房进行重建，规模要比杨柳村大出整整一倍。这里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也有少量羌族和汉族。除了救灾帐篷，大多数村民都住在用废木、塑料布、油毡和草席搭建的简易过渡棚里。因为草坡乡离都市很近，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相对于深山里的杨柳村来说，码头村要富裕很多。以往到了年底，大家就都已经回来，在温暖的家里围着炉子烤火，生活还算安逸。不过今年的冬天却不得不多挣些钱，打起精神把房子建起来。这边现在盖了几户？现在这边20户，第一批启动的20户，多年前要
因为主要结构体有四十户要完成。清闲成走。哎，你好，你好，你好。谢老师，你好。你告诉我四五点钟提前了呗？你的车子比较不好，我们车子飞快的。刚才看了一眼，我就有些事儿等他回去研究。关于这个斜拉那个梁啊，现在出现的这种可能，我们的连接板是斜孔，它可以微调。不，现在这个斜梁啊，两个全是圆孔。现在装不上去，这个全是圆孔。我们是算得很准，你只要靠上去就绝对。谢英俊到达码头村的这一天，材料供应商也到了这里的施工现场。因为一些轻钢的制作不符合标准，他们被约过来了解情况。应该是25度。这个好，明白。镀锌这是没有问题。嗯，这个镀锌是没有问题。嗯，这个镀锌有花的也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这有没有？嗯哼。那行。就这样。那你那个什么时候尽快你安排一下？你写个东西，好不好？好。哎，我拿这个就行。好好好好好好。好了。就这样，好吧，那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我们工地还有事。OK， 好吧，好了，谢老师，好，下次再见。好。因为现在材料的那个供应啊，他们没有供应过我们这种做法的，所以有一些观念上啊，或者是品质上啊，有时候不达标，嗯，那就是。有些退货啊，或者他们今天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精确度我们要求的是很高的，他必须达到我们的要求，这房子才斗得起。一批型材被退掉，上梁的活动也要延后了。谢英俊在营地住下来，准备等这个问题解决掉以后，再去绵竹看看灾民入住示范房的情况。这个账不是十月份搭起来的吗？很早了。很早。这以后大家就搭了。是不是有一个图？谢英俊的低造价对灾区居民意味着什么？他的协力造屋模式对遭受重创的灾民有什么帮助？稍后请继续收看《第一个冬天》第三集《同一屋檐下》。由于供应商提供的轻钢材料不符合要求，谢英俊叫停了码头村的上梁活动。行者继续为您讲述。您是有过野外生存经验吗？啊，野外生存，嗯，随时都在死里求生，不是在野外要求生了。城市里头要求生，湿的。生活上来讲，就是灾区，居民怎么住，我们也怎么住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条件了，这是客观的啊。你要来这边工作，就得这么过吧，那是很正常的。在山区就是这样，一方面冷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生了火，自己煮点水啊，做点简单的吃的也都方便嘛。我们以前几十年来也都在工地混啊，这都不是问题啊，也都是这么过的。至于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经费的资源或其他任何的资源，这个不需要回避哈，说实在的，几乎是没有。除了这次四川的这个灾后重建呢，有欧特克公司支援我们一部分的经费以外，而且这是研发的经费，软体研发的经费，支援我们一部分经费，其他的经费非常少的哦。这里边过程是很难描述的啦哈，最起码我们到现在还没饿死，我们还可以做下去哈。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对吧？基本上我们还可以做嘛。这只补上去以后，把它焊死。这里有一点，这个把它焊死，补上去，那就解决了。你这楼梯就已经站起来了。到了晚上，谢英俊和助手聂晨在帐篷里讨论上梁的细节问题。村子里的广场上，这时却热闹起来。有什么活动啊？就是21号的一个活动吧。21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反正好像是广州有什么人要来吧。不是说要上梁吗？啊，应该是，那就可能是吧。那你们都是学校的学生还是？不是，是。是这村的吗？哦，是这个村的，就是这周围的。今年的冬天和你们往年的冬天有什么？我觉得今年冬天比较冷啊、哦、今年冬天。今年真的冷的比较比往年的还要早一些。反正我觉得现在一家人在一起就觉得很幸福。冬天一般很少事儿做嘛，一般都是在家里烤火啊，串串门。反正不像今年，我觉得今年好多事忙啊，然后修房，然后大人也要忙着赚钱。总之这个冬天应该没什么贡献。对，我们又不能帮什么忙。作为一名建筑师，谢英俊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实践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建筑营造方法，被称之为协力造物。那个妇女是当住户啊，他们住户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住户自己，只有这个织模啦、钢架啦，就比较有技术性的东西，是他们外面请的，因为这个都要上下的，因为有些都是老人的，没法做。村民之间互相协作，或者请亲戚来帮忙。这种以工换工的方式，既可以省下人工的费用，又可使得灾民在共同劳作中互相鼓励慰藉，建立新的族群关系，重拾生活的信心。在谢英俊看来，除了建筑材料的费用，盖房子最大的花费就是人工的支出。可是在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谢英俊设计的房子因为是就地取材，水泥和砖用的很少，政府补助加上慈善单位的援助，村民最多只需拿出20000元就可以盖起新房。节约成本只是我们把这件协力造屋的好处或怎么简化了，其实涵盖的意涵绝对不是只是节约成本这件事情。好，像比如说，他去外面打工，把赚来的钱请这边雇工来做这房子，说不定他10年他盖不起来，但他留在村里头，他可能5年、3年他就把房子盖起来。尤其是这个灾后的这个重建，半年、1年多付出一点劳动力就解决了。你去外面打工搞个5年，你都还盖不起房子啊！这里边就隐含的东西，并不是只是说它是比较便宜经济这个问题，它还有很多的社会意涵在里面。您今年高寿啊？好大岁数了，60。干这活不累吗？不见得累，自己坚持嘛，没得法了，自己家园高像我那个高头是全部塌平了，不修也没得法住。别的还是要成国家政府都在正面考虑我们，我们还是只是大家只是配合支持到起，没得办法，国家政府既然不支持我们，我们还不是要修要住，国家政府支持我们嘛，哎，我们还是感到高兴嘛，我们还是就帮到起，大家出点力嘛，我们要生活得多噻。你跟大爷是合？我们是两家人，我们两家人合到一堆房子，而且叫他们联系就是两家人。
哦，两家人连在一起嘛，我们就把它一交合弄起嘛。今年子呢，看了这个天道要起令，就把这个等到我们盖起，明年开了年了，砍砖去，这样子比较适合，比较稳当些。供应商把符合要求的青钢型材送来村里，谢英俊验收合格后，才请施工队完成上梁的工作。第二天，谢英俊就去绵竹查看灾民入住示范房的情况。谢英俊为灾区居民设计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入住的灾民怎样看待这种生态房？稍后请继续收看第一个冬天第三集《同一屋檐下》。谢英俊清楚地知道，灾区重建绝不仅仅是房屋的重建，人们固有观念的转变更为重要。行者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第一个示范屋是在绵竹的九龙镇，它主要是有一个企业团体，他们那时候震后以后，就是办很多的学生的夏令营。那有机会跟他们认识，他们想说在他的既有的营地旁边，也就是当初在他们营地旁边有一户农户协助他们很多，在办这个工作营过程当中，是希望说能够帮他们盖一间房。那时候是因为他也了解我们盖的这种房子有这些理念，他也可以接受，所以就是说他们募集的资金帮那户农户盖这个房子，那按照我们的理念，按照我们的设计图去做，所以是这种机缘之下盖了第一间的那个样板房。这个就是了，这种建议今年的成都的气候反常，从七月八月本来就夏季，本来就是雨季，一直到秋天，到现在都还在下雨。所以因为我们的墙主要是土，它没有办法干燥，所以它的产生的那种后续的那种影响就很大了。就第一个工期比较长啊，另外呢是不是会发霉啦、这些东西的。这主要是因为今年的气候反常，不然的话它是很快就会完成。在做装修，太湿了哈，都下雨。湿哒哒的，这墙都不会干呢哈。墙都不干，内墙里面都会太湿了。对呀、啊。谢老师。为什么这个？你看它这个哈。它因为没干哈、那就一直抹上去，抹得太厚了。它一收缩的时候就是，它会太厚了。对，太厚了，所以它一慢慢缩水的时候，它就会裂。它主要是这样哈，主要是志愿者，跟那个屋主他们合一起做的。说实在，他们不是非常内行的，也就是他不是建筑的专业工人哦。也不是那个专业师傅，所以他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也蛮符合我们的理念，就是说任何人应该都有能力盖他自己的房子。虽然说有我们不要太吹毛求疵的话，那房子还是可以用，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很漂亮。是这种状况是要盖起来的。因为建造方式非同一般，从一开始直到完成，这幢示范房在当地吸引了不少眼球，人们也都议论纷纷。关注是肯定的，因为那个是整个那个九龙镇第一个盖的房子，而且它的很特别，它的做法比较特别，那所以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是肯定的。那至于说评价是
各有各的评价，可以接受的也有不能接受的，这是很正常。在我们来看，灾区没有一个人哦没有房子住的，而且可以住到非常我们想象的非常环保的非常舒适的房子，绝对可以，只要他有劳动力有劳动意愿，这绝对没有问题。512地震之后，陈玉莲和爱之家的部分志愿者进入灾区，帮助实施动物防疫并开展救助。时隔半年之后，从灾区救助回来的狗狗们现在怎样了？经历的地震是否对他们的性格有所影响？陈阿姨又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报动物在灾难面前给予人类的帮助？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一个冬天系列第四集《朋友》。行者由多普达钻石滑盖手机特约赞助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有多远走多远，让我们跟随行者的脚步，探望那些在地震中受伤的小动物们。接下来。